泼肉，人们至今仍然是赞不绝口。因此大家也都以为苏轼啊是无肉不欢。但是呢，在大是来宽慰弟弟说呀，元无雨润何须叹，身与时为何退耕，意思是啊，园中得不到雨水的润泽也不用叹息。这就像人一样，和时势不合
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蔬菜瓜果呢，作为人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啊，不仅文人们爱写诗夸赞，画家们呢也常常以蔬果为题材，留下了许多佳作，并赋予了它们美好的寓意。画家钱选的《瓜茄图》就描绘了一株田园菜畦中的茄子。我们可以看到茄枝的下方呢，已经挂有两个紫白相间的茄子。往上看呢，还有一个已经悄悄长大，植株茎上呢有几朵茄花，娇俏可人，叶片脉络清晰，深浅不一的肤色体现出阴阳相背。宋代的《宣和画谱》曾经有这样的论述：写生花鸟画中呢，蔬果是最难画的，其中郊外的蔬菜最好画，其次是水滨的蔬菜，最难的呢就要数菜畦中的蔬菜了。难画是有原因的，毕竟园中的蔬菜呢，人们最为常见，稍有差错就会被人发现。又因为啊，它太贴近生活，所以不容易让文人们产生审美乐趣。这幅瓜茄图写实自然，设色清雅，钱选把平淡的事物描画得极具雅趣，足见他的绘画功力。他还在画作题诗写道：扫日皮山爱写生，瓜茄任我笔纵横，自怜巧处还成拙，学谱今犹学未成。诗和画呢相得益彰，呈现出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。蔬果被端上餐桌，为人们提供清新之气。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从最质朴的清味里体会出平淡的大美，寄寓着对于田园生活的美好向往。